在香港与澳门，不论是嘴馋时，或是吃完正餐后来一碗，甜品都是少不了的。因此，走在港澳的大街小巷上，常常能够看到许多甜品店。这间位于巷子内的田杏园麦师傅甜品店，师傅曾于杏香园里习艺，后来才开了这间至今有20多年历史的田杏园。走进以红色为主调的简朴店面中，各种芝麻糊与汤圆的甜香味扑鼻而来。手工制作的杏仁汤趁热喝下，温润扎实的口感可不是一般用粉冲泡的杏仁茶可以比拟的。喜欢甜点糖水的朋友，别忘了来这间老店尝尝。